然后我们现在是往南走，然后所以两侧就是地瓜田，就可以我跟各位讲的就是旱田，就是看天田啊，因为这里没有灌溉的这个渠道哈。那右边这个开黄色的花是太阳马，是拿来做绿肥的啊，也是豆科的植物，它可以固氮哈，来做绿肥的。那我们就一路往下走哈，等一下呢。会看到右边的营区哈，就是我们左边就是台中盆地哈。你看到左边的盆地呢，连那个东边的山都看不到。今天的空气污染是非常的严重，好，非常严重，能见度大概只有4公里到5公里而已哦。那这个是空气污染很严重哈。那我们现在慢慢的下去呢，好，慢慢的下去，你会发现我们的这个最高点会在右边哈。等一下在都会公园右边的营区里面哈，右边的营区里面。那过去呢，这里就是有好多的营区，有飞弹基地啦，或者是等等哈，就是一个整个大肚山上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军事防线哈。好，右边这个是刚采收的哈，刚采收，有的是地瓜，那有的是啊兔尾草。那现在整个台中哈，因为草地皮的关系，你看到右边不是在卖这个地瓜田吗？还开个价哈，这个地瓜田一瓶多少钱啊？一瓶，啊，那我就开过去的时候，我就打电话去问哈，右边的这个地瓜田哈，一瓶是8万块哈，一瓶8万块，那一甲的话是2亿4千万了哈，哎，地瓜田哦，2亿4千万了哈，多可怕，哎。